现在感觉很像日杂里面的 model 之类的。啊 ，One Piece 的。如果你们是喜欢蓝色系的人的话，我觉得你们这一件就是不能错。袖子的部分它又是做像这样子比较利落，然后有点气质的款式，然后这边是可以拆的，这样子两边感觉不一样。哎，真的耶，直接放下来像这样子，我觉得也很好看，完全不同感觉。我觉得穿这样会不会要电话？哎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点气质啊。它这一件上面的衬衫的材质一样也是有一点点偏棉麻的。对，所以不会闷热。我觉得雪纺反而比较热，但是棉麻的话是比较透气的，而且这个棉麻摸起来不刺哦。这一件可以穿到七月最热的时候。对，有分尺寸，就是没有绑腰身就变成另外一种感觉。还是要撤一层内里给你们比较安心。最方便的地方一定要有口袋，穿起来就长这样。然后这件长度的话，我觉得娇小女孩一样可以。